据港媒报道，阔太甘比出席某活动，受访时他分享了自己与老公刘銮雄的一系列公益项目。甘比穿着质感很好花纹上衣出镜，外搭黑色背心裙，他的脖子上戴了一条很抢眼的珍珠项链，贵气十足。甘比透露，自家集团响应了内地的公益活动，八月份向促进凉山女童教育发展项目捐赠了1800万人民币，帮助当地设立数个学习中心，希望在3年内资助3000名女童求学。慈善基金会将开设一家餐厅，以大女儿刘秀化的名字命名，叫做秀化厨房。他霸气地说道：“如果有困难想找人帮忙，不用找 TVB 节目《东张西望》，直接找大刘就可以了。”刘銮雄夫妇一向很热心慈善，李健仁于2019年不幸中风，后续他公开感谢甘比以及古天乐对他的帮忙。李彼得则因心脏问题住院做手术，没有收入来源。刘銮雄对李彼得承诺，以后每个月都会持续打生活费给他，让他能晚年生活无忧。